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接触邂逅，接触邂逅。可以看到我使用一个很奇怪的这个达圣队啊，圣达，这个达几位置好像摆错了，好，那算了，没关系，好，摆错就算了哦。好，用这个圣圣队哈，圣圣队是哪两个圣？大圣加上这个圣殿使者一阵哦，你要叫一圣队 OK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记得哦，不能连续两位有断心哦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。好，我们现在任务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第一关有没有哈？就是给他第一关玩个大概98回合就可以了。没有听错，98回合，因为第一关的技能哦，就是98回合内无视减伤和抑制效果哈，所以我们98回合内要让它有减伤和抑制效果哈，就是把它用掉就对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如果懒的话，现在可以切到这个98回合之后的事。好，我们要撑一下哈。记得那个新珠的血量要稍微算一下，哦，回复力不够的话，自己要斟酌。哦，场上有新珠的话，就可以一回合不消，没关系。那是我的血量哦，各位的血量我就不敢保证哦。然后这一队应该是绑死了哈，制服队哦，应该说很特别的制服哦，因为我这一队的任何一只都换不了，目前来讲我的卡牌啊是一只都不能换。我不担心这个98回合的问题的，不担心这个换不换的问题，是担心98回合我们没办法撑到那么久，因为98回合怕他叫军死掉了。所以能够少攻击，我们也是尽量少攻击一点，没关系哦。哦，一灯可以开一下哦，可以再撑5回合哦。然后这个康博数可以拉大一点，哦，就做很大的一康博哦，把杂毒消一消。很奇怪的打法，不过我还是先求稳，然后再求好。哦，浪费我刚储下来的那个珠子哈。关系，这个就可以，这个不消没关系。哦，不消，但是自己要稍微小心哦。哦，这个打法蛮奇怪的啊，但是能够撑到98回合，你就是等于是几乎是通关的啦。哦，当然你可以考虑用那个路西法跟那个露娜的队伍哦，但是攻击力我没有算过，所以因为我是算一只艾德的，所以比较好算，我就直接用这样子。当然那一队应该也有可能是 OK 啦。那差别在你这一只哦，变成是。哦，一跟你放在里面是当那个队友了，不像我们原本是放妲己队友，所以倍率我觉得还是有差啦齁。
哦，九十八回合一直磨过去就对了哈。好，如果到第二关也不用担心哦，因为我们第二关的话带走其中一只也是 OK， 哦，一样是无压力哈，所以不用担心带走的问题。这一队已经绑死了所有队员了齁，但是稳定性还是 OK 啦，哦，如果各位可以配出更好的队伍也 OK，哦，重点血量要过14228，哦，而且是无视减伤的14228，哦，因为我本来打算这个打起的这个位置是放犄角，哦，跟各位报告放不下去，哦，欸，因为犄角的血量刚好搭配这一队的血量刚刚好就是14228，所以相信官方已经想过了这个队伍。刚看了一下，我好像可以撑三回合哦。8182。哦，现在我先不做测试哦。他是打8182嘛齁，那我们补的血量看一下5103，所以我们可以被他挨三下没问题。我补，哦，可以被他挨三下没问题，所以基本上稳定性又更好咯，哦，又更好咯。不过我们的心出够多的话，尽量保持满血是会是比较好的。然后目前撑过53回合了哦，这个还好啦，这个我们以前几百回合都磨过了，已经很少在神魔之塔，想不到这一次又有机会哦，玩这个算是小魔队，因为你要把它状态磨掉哦，没办法，基本上是有点在折磨人了，他不让我用，偏偏给他用。OK， 不让我们磨，我们就偏偏磨一下。哦，一灯开下去也可以啊。回合哈，哦。哦，争取回合数，这样比较快。哦，所以一灯跳起来就给他磨就对了。哦，一回合。哎，我刚刚已经被扁过了，对好，还有382哦。哦，这天百姓录了片，录蛮多的哈，哦。哦，不是拍片哦，哦，那个就是不是拍什么奇怪的片，哦，是录攻略影片哦。哦，小心啊，我们断心哦，我们断心哦。一灯要跳起来了，哦，基本上又是一个一 combo 的节奏了。我补，再被锤一下哈，剩下500多滴的时候就不能再被锤了。好像补太多了，算了。
还有27回合哦，其实也不算长啊，因为我们的稳定性够高哦。这个这几回合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是无感。100回合很快就给他弄过去了哦。哦，重点是不能零 combo， 哎，零 combo 就 GG 了。跳起来了啊、哦！1回合，2回合，3回合，4回合，5回合，还有19回合啊！加油啊！只要19回合过了，就这个这一关就几乎就是过了哈、哦。以前那个1-2000回合大家都在磨哈。哦，所以基本上是98回合小 case 啊。哦，这个我们就是等于是无视减伤98回合哦，我们无视之哦，他无视我们，我们也无视他哦。14回合，好，还是14回合。13回合。快了，快了，这时候绿暗珠出来。6回合哈、哦，这个1回合，2回合，3回合，4回合哈、哦，这个珠子没有绿到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轻松的跟他打了。所以现在先不急着那个，一定要把珠子很一定要滤出来。哦，还有1回合啊！来吧，大胜减伤。叮！哦，来了哦，现在就是轻松打的一个 tempo 了啊。看到这个减伤，这个在跳就很舒服了哈、哦。哎，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，我们打球，我们干嘛这样玩？是不是这么说？对啊，我们打球，我们还在那边干嘛？在那边神魔之塔。波带走218万哈、哦，218万，记得哦，我们奥丁还没有开哦，哦一样，好、哦，现在就是把技能磨出来，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啊，哦，一扛一直转就对了。这是狠的哈、哦，好、哦，我们也是直的哈、哦，一横一直哈、哦。
这个等那个叫什么名字，我就忘记了啊。道门啊，道门技能跳起来，我们再一波带走啊。哦，既然他这个很棒的替我们出了这个暗珠，我们就好好利用这个暗珠哦。给我转同一排是怎样？我们就不客气的跟他接收起来哦。哦，技能全开哦。哦，大概是这样一个通关的 tempo 了哈，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很容易了？啊，怎么没有这一对的？那我也没办法哈，就是对啊，嘿。我好像，好，我好像忘记全体攻击了。嗯，好样的，好，我们再出一次吧。很习惯的把妲己切开。哎，重点我们杀的还不是暗的那一只哦。我们杀的，杀的还不是水的，把暗的杀掉。好，各位就是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哈。因为这个关卡每一只血量都还蛮多的哦。转错了。很特殊的魔队哦，应该大家没看过了。哦，一样，一汤包一汤包。好，再开一次啊。一波带走啊，创赢162万哦。大家一定很好奇162万怎么打后面的关卡呢？等下可以替大家做一个示范哦。哦，这边就是一样哦，就是先绿珠哦。哦，不怕我们会被打，不怕哦。这边做出全体攻击的猪就好了。哦，这个新猪多的话，我们就先把新猪拉过来嘛。哦，因为要切开。哦，因为这边是三体共生，哦，全体共生啊，不是三体，因为可能有六体、七体、八体、九体。这样也能消，我实在太佩服了。哦，大概就是这样了，这样攻击力就足够了。大家跳起来哦，还有一回合哦。哦，基本上其实我们打起这个动作是也是，哦，算一半的多余啊，一半。
好奇怪的叠桌，因为原本要做全体攻击，哦，240万，哦，可以看到这威力是足够的哦。第四关，哦，这个也是一个蛮特殊的卡牌哦。哦，等一下可以为各位表演一下什么叫做跳探狗的大阵哦。会不会太小气了？然后那个火珠转都是转最多的那一颗。好，再等一会儿啊。好。哦，这一次咱们就不开妲己哦，因为为了帮大家示范一个这个奇特的玩法哈，来吧，当，一半差不多，飞吧！应该大家没看过这个会飞跃的大圣哦。就是它飞跃的高度不是很满意哦，所以我们就是再提升一下它的飞跃高度。哦，挑战它的极限啊！看可不可以飞更高啊！哎，怎么还是一样高啊？这样不是很好哦。OK。不要转掉我的暗珠就好了哦，老大，帮帮忙啊！好，我们再把高度再做一个提升哦，跟跳高一样意思哦。这应该大家没玩过了哦，棒哦，飞吧！哦，这个为什么我可以这样玩呢？因为其实我已经试过了。哦，这是极限的哦。可以看到飞到六重天的齐天大圣哦，他的屁股翘很高。好，大概是这样一个 tempo 了。好，纯属玩票性质哦，这个请勿模仿哦，不是用这一对，不要轻易模仿。
哦，这边的话建议手动把它干掉，不要开机，因为下一关是个小关键。哦，所以我会玩到也是有原因的哦。没有木妹哦，所以这个只能靠各位自己手动打。当然进下一关我们能够越多按住是越好啊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算是要祈祷一下，祈祷不要把我们按出转转火了。好，没了，变身，叮叮，拍照一下。这个五回合内火和暗攻击无效哈，五回合哈，所以撑一下哈。第一回合。按住多留一些啊，各位。第二回合，这个新珠留一下哈。有看到一四二二八无视减伤，无视减伤跟抑制技能，所以现在就是做一个补血的动作哈，千万不要摸到那颗血霸掌，那颗会让你哭死。一灯开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做绿柱的动作哦，所以必须要开一灯。把你的暗珠绿出来哈。哎，这个我就不再消了哈。因为我怕没有猪可以去做一个攻击的动作，大补完，好、哦，接下来让它锤一下 ，Oh shit， 哎呀，让它锤一下哎，哦，我应该是下一回合才开技能才对，我开太早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尽量把那个珠子切开就好，我尽量把珠子切开。这个的话，我看一下，这边，哦，这样，哦，尽量把它切开，补回来，哦，更新，哦，这样才能一波带走。打体，小心不要被血霸掌烧到哦。现在摸到的话，就是直接就 GG 了哈。好，就这样。因为血量蛮多的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带走多少血量呢？来吧，咚，没错，1368万，哦，1368万，所以大家应该对我这个队伍应该很有信心的吧哈。哦，这两只是有事减伤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轻松玩哦。
哦，要速战速决，就是一 combo 一 combo 最快最快的玩法。哦，把按住率出来。哦，漂亮哦，漂亮的一个落珠。哦，有妲己哈，弹出多一点，弹出多一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至少要八颗以上哈。至少八颗以上才能做两 combo 的火的暗珠哈。靠，我为什么把它消掉？对，为什么要把它消掉？好嘞。因为我们要做全体攻击啊，这combo数不多没关系。懂，哦，一百多万哦，六七，哎，六颗，我刚刚是几颗啊？九颗，六颗还是九颗？忘记了哦，可以一百多万，所以基本上不是问题啊。这关也是这样打哦，一combo一combo一combo跟他打。风化转的时候你要小心啊，欸，像我刚刚弄过去我就撞到了，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而已。下一关也不是很好搞齁，那没关系，就是这样打就好了。人家血量太多了，168万呢。呵呵，我们先消他一点血哦，用消的，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。我不建议这关一波带走了。哦，不开妲己。好，哦，三分之一，好，哦，三分之一。尽量转直的哦，不要转斜的。其实下一关应该我们可以慢慢玩。没关系，好，那不行，他把我们的珠子转掉，转木腐蚀和水腐蚀，这样变成我们没有攻击珠。好，我决定这关是慢慢打过去。好，所以这个配技是很重要的配技。配配我们的暗珠都不见了，这边来不及撸过去。
周爷好像是，哎呦，好像我们血量够多哦。这么漂亮的叠珠。做叠珠这样应该攻击力会比较够。还有四回合。因为我没有搭配妲己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这个攻击力会太大。哦，因为队友不是妲己，我记得队友不是妲己。哦，这样贝利应该 OK 了，死掉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残血，哎呀，死掉了。好吧，那这一关就是慢慢打喽。因为我们符石会很多被转掉了，这是问题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波把它送走，就是说尽量一波了。280几万的话，应该要打，应该要跟他玩一下哦。前面又磨的。接下来是要小爆发，分两波小爆发了。所以他 CD 二，所以还算 OK。我思考一下好了。因为我们现在会有个小小问题是无法压血，要压也可以，可是压到后来会怕这个，怕我们的暗珠都被它变光光了。唯一的做法可能就是用紧致型吧，可是这个珠子实在分布的比例实在不是很好，很好去跟它处理。技能全掉，可是暗珠不足。暗珠都不欠了。放这一横，哦，它是紫的，对不起。好，我建议不要莽撞哦，我们先慢慢跟它磨一下。因为我这一波爆发怕打太大力啊。
怎么会转？我不开龙科，因为我在第九关使用哈。那龙科刚已经开过一次了。六颗，我们来开开看哦。这个贝利应该还 OK 啦。为了怕我们贝利太高，我们少一 combo 好不好？一半吓死我，好，六颗一半 ，OK。啊，等一下我们来个九颗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建议不要像百姓刚刚那样做，直接就冲进去实验哦。对，最好是在外面用计算机稍微算一下。反正我们今天尽量让台面整个都充满暗珠、我总不可能他整排都把我全部消光吧？我就整片都暗了，你还想怎样？还想天降的？这我就没话说了。尽量让暗珠错开了哈，啊，天降我们就没办法控制了哈。这个设计的关卡的这个难度还是真的是有一点难度了哈。哦，暗珠够多了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骷髅头都会出现了哈。哦，够多了哈、再笑一下你看，够多，够多，给他笑了，够多。好的，现在一波带走应该是没问题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颗暗珠哈，来吧。我、这个奥丁算扣一点点，可是多少我相信也有点费率，所以我直接开出来哈。来个一波带走吧，又有天降，这个肯定是超强攻击力啊，棒哦，296万哦，有点险哦，因为我们奥丁压血只有一点点而已，强化盾哦，这个276万哦，学刚才的打法哦。两组按嘛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两组按大概一半。哦，很好，很好出了，这不用担心没有按出。
还有三回合哈、一二三四五六，两组按哈。这个为避免天降发生，我们尽量把珠子叠在上面哈。七康宝就好。懂，哦，三分之一左右。哦，所以这个要小爆发的时候，这个力道要抓是很准的，不抓准，下一关我们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。因为下一关是关键关卡。这个叠珠叠叠，啊，小爆发的话，这样就可以爆发了哦。哦，这样不用担心威力太大，哦，因为我们只有增伤一点点而已。OK， 看到九 combo 的威力，叮，好，还好了，好 ，OK 了。这边就自己做手碟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不打算用爆发了，太危险。好，自己就是自己手动爆发就好了，康博数拉上去自己拉。我们已经打到这边了，不要浪费前面的那个努力。好，像这样的自动，可是它没有威力，因为不是强化腐蚀。好，这边就自己手动爆发哦。哎呀喂呀，吓死我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嗯，好一个手动爆发，威力还真强哈！因为我们没有木妹哦，我们也不能用吸的，慢慢把它吸到死。记得啊，下一关是关键了，切勿操之过急。哦，人都来到这里哦。我刚已经做了两次小爆发了，小爆发的难度在于这个攻击力要抓不好抓。好，那我现在要绿珠，他不给我绿没有。先做一个五颗的哈，不然没有强化补血的用。
哦，这边是完全属于一个没扣血的哦，我们现在都是还在这个，就是绿猪要着攻击猪哦。哦，不要以为有啦，扣一滴一滴一滴这样啦，都是一滴啊。那个一滴是有在扣的哦。啊，看你老师。这个感觉被故意的成分是还是蛮重的哦。再做五连珠吧。怪哦，我把它藏到下面去。我看你都会把我的强化腐蚀消掉。我们大圣可以这样用哈。这边弄一颗哈，好，一波送给他。哼，威力还真是啊。可怕，居然这么软！看来我们的叠珠真的是要叠一下了哦。哦，多做一点暗珠出来吧，不然要绿好久啊。哦，增加我们这个叠珠的速度哦。第一波威力非常的软啊，各位，没办法，我们就做这样的小爆发，所以威力一定是有差的啦，哦，威力一定是有差的。嗯，这怎么不散珠啊？好，哦，漂亮啊！一说漂亮就把它消掉，在干嘛？掉个光吧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康博数拉高一点，看可不可以威力加强一点。漂亮！哇，哦，抓痒啊！我觉得我们不要开艾德做爆发吧，这样应该威力不会太大。因为艾德实在太可怕，那攻击力十五倍。哎呀，实在是要爆吗？我现在怕一爆就直接我们刚玩的都白玩了。好吧，我们还是秉持着我们原本的战术好了，不要改变。少就少啊，因为我还是想要通关哦。先把我们的暗珠弄多一点出来再说好了。漂亮！因为我们暗的只有三只角色啦，所以变成在爆发的时候威力会差很多，差在这里。其实都做五颗，全部都把它做五颗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
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木珠我要做五颗哈，直接开妲己应该还好吧？对啊，这是 combo 数提升加 1.5 倍而已啊。刚刚看到那个抓痒的攻击力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来吧，好，决定了就开妲己了。我要用妲己的爆发来抓那个平衡怎么叫抓？用艾德太危险了，艾德一开始是可以，现在是不行，现在爆发会打死他。哇，好多暗珠，这下一关用多好。我们开一个刚那个这个好了，1.5倍。1.5倍拿来消血都还 OK 的，不要用到那个艾德开下去，都还蛮算蛮稳定。最后残血的时候，我们再来那个。哦，打起来了。好痒的攻击啊！就那个魔术啊，多了一点点威力，这样会。很久没有玩神魔之塔啊，魔队的魔啊。那关卡设计让你真的不是很好。哎呀，我的强化辅助。应该还可以再弄个一次吧。不要再削我的腐蚀了。我的暗符是要拿来攻击的，对，那就可以了。
哎呀，不要消掉我的攻击数啊，太可怕了。靠，太会消了吧你们。我真是佩服了，真的太会消了。那个天将在设计的实在太优秀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优秀。然后这边是不是掉个暗珠嘞？好，啊，这边少一颗暗，我们再补一下暗珠好了。好的，这样撸过去好了。看一下多少血。不能开技了，这一招可能这个方式可能还在弄个3到5次吧。我觉得有耐性的人可以稍微等我一下哈，没耐性的人可以按个快转，是我是不介意啊。我刚才，我记得没坑，这一颗还没放上去，他都一直在破坏我的天将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咱们就不要太急哦，就慢慢跟他玩。夸张了吧，太夸张了啦，我希望上面他这样可以直接一次掉三颗一样的。真的很夸张哎，我觉得这一刻我要给他移一下，不然这样给他玩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什么都不用弄了。走，这一刻没两次的都没放暗珠，差点被他弄掉。太夸张了啦，真的是有够夸张的。好，再一波啊。哦，真的是没办法打，急不得啊。因为现在脚随便做一波爆发都是很危险的动作。
吉布德，吉布德。对啊，吉布德，然后都不给暗出这样，掉了一大堆，有没有？明明知道我在出暗珠还不给暗珠，这光珠也可以弄一下了，我是觉得是可以的，就在这个位置放光珠吧。哦，光暗交错哈，我们用光暗交错的打法。我的暗珠好像不见了，就来一个光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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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好不好？强化心没有用，哎，整排都给你弄故意的，真是，就是你不消，他一定让你消，是不是？你妈妈在哪里呀？你妈妈很过分哦，你妈妈。你有本事你就是给我天降，我们还是专心的做我们的暗珠好了。我看他不打算给我做光珠了。珠给消哎，雪特雪特，我生气了，我觉得直接把它消一消比较快啊，你要消我就让你一次消个舒服。我现在都做五连珠了，那比较快。咱不过是做个小小的叠珠，何必一直天降？你说是吧？你来这边插什么花啊？那我说您啥？你在插什么花？关您啥事儿？一直掉个，哎呀！好吧，做点高康博给他舒服一下好了，不然我看他真的让我实在太舒服了，一直跟他这样玩。
还有几次这样的地狱啊？啊！他和怪他好像跟我讲说他有点痒痒的，是说我刚刚有抓我刚刚打他的意思吗？有啊，我刚刚打你没感觉、啊？海神波塞顿啊，好样的！会不会一滴一滴幻境他就死了这样？我、哦、真的怀疑我这影片拍完有几个人可以从头看到我。这个如果有看到这一段的观众，我在这边说声谢谢。真的，这个一定要对百姓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动力，才有办法把这个影片从头看到我。不然，说真的，这个没有一点过人的毅力要把它看完，还真不是那么好容易哈、哦。哎呀，奶奶的嘞，还真会削哎、欸！哇，我只能说佩服。我还能刷啥了？没关系哦，差不多了哦，再一只两波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走了，先不急哦。这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开机啊！开机是自寻死路啊，因为他都快死了，你还开机？OK， 差不多吧，现在应该差不多哦。来吧，去死吧你，海神波波顿，波波顿！我、哦、好，好，没关系。这样死不死？加点那死，有没有死？死哦！哦，关键关卡来了，这一关90%无视减伤哈，多弄几康博没关系哦，把你的那个珠子滤掉，留暗珠啊，开龙科，因为只能靠龙科帮你升暗珠了。好样的，就是这样啦，打我吧，漂亮的压血，绝地逢生哦，这个不是绝地逢生，是拼死一击不一样了、哦、一波把它带走哦，这个我心脏现在 people 菜，因为最刺激的就是这一关的哦，因为如果没有顺利压血的话会有点小小的风险，小小的啦，小小的其实是蛮多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要攻击的是水珠，所以把它移到最左边。嗯，好像没差哦，因为我们是靠这一只嘛。再见了，宝贝。Say goodbye。900多万，看到没有？3倍，所以刚刚是300多万的攻击力，所以还是会死哦，还是会死。那这边是五鼠盾哦，嗯，那五鼠呢？水火木光暗哦，水火木光暗，水火木光暗，对。好，火珠流。一株火哈、哦，水这个还蛮好处理的啦，就是先储气就对了啊、哦。水，好、哦、留一组，各留一组就可以了。CD 三所以是很好打的哈、哦。啊，现在我们就是先做一个这个储气的动作哈、哦。
压在绿珠哈，先不急。哦，关键关卡已经过了，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是过关的啦。哦，只要凑齐巫术哈，就可以召唤出神龙了。哎，这刚刚七龙珠赶快的。这个的话，为什么要消暗珠？因为我要无鼠哦，像这个木鼠就多了。光的，好消这个。光的，啊靠呀！反正消掉就消掉了哦，各留一组就可以，有没有？打起不用担心。哎呀，不能消这个，消就消，他们天降。好 ，OK，OK， 水、火、木、光、暗都有哈，压血哈，虽然说没压多少哈，照扁哈。水火木光暗一波 ，K， 哦，438万刚刚好哈、哦，所以知道为什么刚那一关要压血哈、哦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没有压到的话，是有点风险的哦。好，以上是这个神魔队的魔神魔之塔接触与邂逅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